选，精彩即将开始。在国外待了七年，待了七年半，然后待了三年。这里是杨玄坤先生的家。这一些经历、文化的差别，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帮助的。音乐中鼓和 bass 可以说是他的心跳。真的，你在这个音乐里面，就是闭着眼睛就活在那里。这是我自己的快乐。我珍惜人生中的每一次出场，所以我日复一日的练习和探索，不断寻找更多的可能。会害怕吗？不害怕。我从20多岁开始到现在，其实我都没感觉到，我都已经37了。精神上，我觉得我不怕了，我不怕皱纹，我不怕，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该上场了。为什么想来第五季？其实前面也其实蛮想要来。我毕竟对于舞蹈的热情是一直在的。第一集刚出来的时候，我是觉得哇，太好了！我一直觉得是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是提供给全国人民来展现出他的热爱。这次第五季是有这个 Battle for Hope 的这个主题，再加上是年轻孩子们的潜力和能量，会带很多的期待之。技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但我希望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的音乐的理解，舞蹈来表达他的这个情绪和情况。我更在意看到的是这种感染力的一个结合。我想要发现谁都没想到的一个宝藏，它有可能现在是石头黑黑的，但还没抛光，它有可能抛光以后，它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钻石。哇，你们这景搭得好好看哦！哦，还有加油站哦。啊，他是 Lucky Lucky 加油站啊。哦，是吗？哇，这样子的，所以这是我家是吗？哦，这是健身房。好看吗？蛮好看的，就是好多不同风格的，就是健身房啊，露营啊。这个也会舞台啊，那它应该是故事性的吧，毕竟那么多的东西就挡住在那个路上。哎，这挺好的，是你们的一个买手店。哎，你们也会单独卖这些周边吗？会啊，挺好的。这里。哎，
先听一下音乐。好，先听一下音乐。我首先已经开始了吗？对。哎，再来一次。突然，然后笑声，哦哦哦哦哦，转身，然后也是很帅的那种，哦。安定，对，就结束。好的，动作是搞笑的，但是表情是冷静的。要是我很帅，我很酷。要很用力的甩出去，要把帽子甩出去。太努力到帽子废了，是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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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莫名其妙，我这是发生什么事被你传染了的一个感觉。 OK OK Maybe hand? Oh yes. Do they have this machine? Yeah, this TV show. They have? Yeah. Oh, cool, right? It's hard to do. Yeah. 对对对，就他可能会做数学的动作，然后OK Yeah. I think when we dance, the costume is this. Ah, yeah. My imagination, this hat is. So when we do this, ah, okay. Right hand, nice. One, two, three, and four. Part one.1, 2, 3, 4. 我们来 3 more times. OK. 你在跟音乐做一个舞蹈的一个作品，很喜欢。这个音乐和你们表达的这个创意是非常符合的 ，hold 住我的眼神，就是不让我飘走，很投入在里头。巴斯的呗，还没看够的一个感觉。真的很有戏啊，这。完全在听着这个音乐，没有在着急感，生活可以慢下来，我感觉到了这个释怀了。这是什么？这个应该是那种传统舞，他打在手里的。这个最好是不要就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就位边就啪，就去到那边啪啪，然后就最后一个啪，然后如果能有一个类似一个 B-boy 的动作。就变成一个好玩的东西啊，没有 B-boy， 那没关系，就展，对，最后努力跳到这个假发飞掉了 ，ending 就是假发废了。哇，这个难的很紧啊。那没事，不一定要飞。东北玩泥巴。东北玩泥巴。对，东北玩泥巴。玩泥巴啊。玩泥巴。就已经魔术的感觉啊 ，levitation 啊，那我就当那个魔法师吧。哎，好，就不要这个。哎 ，How you doing?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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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It's awesome to watch you dance. Thank you. I wait for your dance. I think it's gonna be good. Nah. Thanks. Enjoy. See you later. 我们打趴地，我们在游泳道里呢。嗓子还好吗，姐姐？还好。Wacking 是跳多久了？今年是第九年。第九年？怎么遇到了 Wacking 的这个舞种了呢？看 video 然后就看到在网上，这个、好对、哦，好漂亮哦！哇，他也可以 battle， 那时候我还蛮想 battle。初中的时候，我喜欢玩跳舞机。跳舞机是什么意思 ？Dance machine。哦，游戏机的那个啊。哦，我是哒哒哒哒哒的那个。那种。
回北京吗？你回北京吗？还没回去过。你好。喜欢吃火锅吗？呀呀，成都就是菜好吃。在中国这边待了十年了。哦，所以是自己来的？以前来这边上大学。哦，了解。听音乐可以变得很美，很有感染力。其实不一定是要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罩里头的力量，我是很喜欢这个，是很有感染力，很投入在里头，很有颜色，很有温度，我很喜欢。哎呦，太喜欢了。哇耶耶耶，音乐和你们的作品是更契合和符合的。这个组合我是没想到会在一起，这两个太假了，真的太好了。没关系没关系啊，这是一种精神，好玩。稍微打击他们会把他们的野性拿出来，希望后面的也可以再继续看更多的活化。呀，就原来是昂昂。Great job, great job. Oh, wow. 做到好的是你是花了时间模仿陆导的这个部分，创意分数和表演分数我给了我心目中的满分。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玩超级马里奥，叮叮叮。那表示了这个太阳从东到西，我很喜欢。啊，我很喜欢，所以又是我心目中的满分95分。好看，我很喜欢。Abby 的那一句，我真的很喜欢 Abby。他真的能把他一个 B-boy 让他变成这样，真的很好。他们两个配合的挺好的。你刚刚看了吗？太棒了！哇，那两个人，哦，两个跳的真好。你好吗？有点累。累，最近在哪里？就在这边，一直在这里啊，一直待着。OK， 现在队长可以跟队员们开始讨论。The first round, everyone's going one by one, so we can see who comes out first, and we can see the music style. Whatever you guys think are you guys are confident with, then we can go with that. 所以我们先可以看看他们出什么，然后看他们的音乐风格，然后谁比较有自信对于这个风格，我们可以打。而且这个不能重复，我们一个人EV的一个人出来就不能再重复在这个。那就等一下看他们先出。雨欣，五个一比一，他们已经决定好了。但是 Zico 和Dickens 之间，他们想要就选一个出。你觉得谁会 battle 会更有胜算呢？他们两个的风格是非常相似的。我觉得要不要听他们自己的？对。I think between the two of you, you guys can make the choice, because your styles are very similar, anyways. I go. OK.OK， 想看一下 battle， 昂昂愿不愿意？你愿意 battle 吗 ？Maybe 下一个。OK， 听懂了，规则。OK，Everybody understand the rule？ 都听懂了。Winner chooses the music，loser gets to choose who goes。Understand？ OK。OK。OK。Let's do it。
淡定，很稳定，还是蛮强的。怎么做到了？我特别好奇。互相的能力，互相在接，然后就给，然后就，我特别喜欢，也是我心目中的满分，95分。就感觉你们还是各个特别厉害的几个手指头分开的走，不是直筒刀合。的确是我的创意分数也是算低的，因为反转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惊喜。哇 ，B-boy 碰 B-boy， 有惊喜。看得很过瘾。就是每一个创意编排 technique 啊、performance。Everybody understand the rule? 都听懂了。辛苦辛苦，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You guys good waiting? Of course. Yeah. Every time. Yeah. Oh, wow. 太好看了。没有。你有水吗？水太多了。啊！引流吗？不油。小存在感，对对对，小存在感。你现在是住在成都？对，成都嘞。我听说你的老婆也是。对对对，每一年都常常会去成都。你应该喜欢吃火锅。我很喜欢。对。OK。这可以啊！娘的很，感受一下 Rap Machine Crump 的那个脚力到底多大？爱你互相走万象，爱你不跪的模样。不是我不能帅，不能起吗？怎么这个动作这么起啊？哇，好不一样哦！哇，我很喜欢舞蹈，我很喜欢跳舞能给出的能量和氛围。The last one, could I have someone like the guys catch me if we do? Yeah, like if you come like drop down, like one guy on each side. Yep.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 Yeah. Boom.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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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Okay. These guys are amazing, man. You guys are awesome.要不老师等一下，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要从一二音乐的最头开始，所以我们站好以后可以马上 OK 站好再放。对对对， OK 没问题，谢谢。
哎呦喂，新年快乐，哥。嗯，新年新年五四三二，新年快一，掌声哇！装一个，这是什么？六六六六六六啊！你看这个。上溜溜到飞起、为什么溜是一个很棒的意思呢？就是感觉这个操作很顺哦，很顺啊，顺溜的顺啊。吃点儿，我吃饱了。哎，但是我挂子没有办法像你们就是直接哎。我参加过挂子比赛，冠军。还有这样的比赛啊？有啊。哦，是吗？你试试看。你会做编曲啊？哦，练完了吗？还是先把音乐做了，然后就开始？已经练完了，但是又想大改，还在找更怎么样可以更把它丰富一点。不打扰了，加油！哎呀，你其实应该把这个放到这个凳子上，然后弄，这样你的腰不会那么累。把电脑放在上面，你就坐地上嘛，比较方便，这样。对。对吧？要不然你那个腰受不了。不是，熟悉的崩泰老师的事啊，他的意思是，只是看他什么时候要动，什么时候停，抓住这个音乐的细节。所以你们这次不要跳，看他。不，我买了一点水果，剩下我就不打扰你们，你们找一点时间吃。嗯，加油。你继续辛苦，还没完了。OK， 拜拜拜 ，I'll see you later。辛苦。吃饭了吗？晚饭挺吃。大家的心态蛮好的，不是很着急的抓狂的。他们气氛蛮好的。好的，加油，你休息。因为你们正常休息的时候，就多听这个音乐。你们对于这个歌曲是了解的比较透，你们的那个 timing 的点，大家可以一致。好的，谢老师。不谢。好，加油加油。哦，这就是你的胎记是吧？我身上有一个类似于胎记一样的标志，是在我的牙上。哦，对，还蛮特色的哈。蛮好，蛮好的，有点偶像包袱。嗨，炫哥。Hello， 小姐。Looking forward. Thank you, me too. 我们下期再见。谢谢，谢谢四位队长，谢谢。谢谢。辛苦了，加油，加油，加油！大家辛苦了，辛苦，加油，加油。马东杰、吉阳 ，Good job， 有请他们。好吃的，好吃的。最后一个。这次调的比较好哎。哦，这次很 timing 也准，很好。这次好，恭喜。谢谢大家，太棒了，他们。Good luck. Good to see you. Did you have some good time to sleep? Yeah, we did. That's good. Hello. Hi. 你贴了个头套。对，就稍微对，下来一点。再多一点。对，要不然那边稍微看得见。对，好，挺好的。哎呦，期待一下啊。See you later. Bye. 加油，加油。有一句话叫千百次的醍醐才能铸就一次的从容哈。我们在分茶汤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公道杯，
老师，可能外国朋友不太了解这个手在下面是什么意思。手在下面是什么意思，是吗？我们以前的服装是宽袍大袖的服装，所以呢，这只手的话呢，是把我的袖子给它拉着，我的袖子。The hand underneath, it's actually because this culture was from a long time ago, and then the clothing was very wide.It's to grab the clothing so it won't. So this hand underneath is actually to hold the clothes back in. 是一种礼仪了。是四川话，我叫川渝文化。川渝，因为渝、哦、渝是什么渝啊？渝是重庆。哦。川是四川。嗯嗯大。大。Okay, I can't forget it. I'll see you later.那今天队长的比较严谨严格的这个风格啊，后面未必都是短的话了。来，求求队长。创意分数我扣了一分，但其他的能量我是很喜欢的。Good job, guys！ 大家很棒，很棒，谢谢队长，谢谢，辛苦，继续加油啊！我其实也觉得我还是需要见识更多看更多。我很喜欢你走的一个方向，还是 musicality 这个乐感，听音乐的细节继续走。好，然后我希望你后面可以看到你更多的东西。好，加油加油，辛苦辛苦。我想要什么都拥有的一个国王的我，所以这个框架一进去看比较小，应该是很远，也是一个特别黑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有一个很华丽的一个国王的一个凳子，我就在那里坐着，扮了一个类似一种小丑状，就是装扮得很华丽，穿的也是很华丽，就是坐在那个凳子上。辛苦了。好的好的，我会去看你们跳，我很喜欢看。大家都在成都、哦，我们在一个队，一个队。他也很好。真的，下次我们去成都，我会约一下。好 ，Levin， 头发是全蓝的吗？对，哦、蓝色，就是我 blue 嘛 ，blue 不想录了，blue。你跳多久了？我跳13、14吧。13、14。那个感觉哦，我真的，我觉得你跳的时候，感觉是音乐在跟着你，不是你在配着音乐。包括那个瑞桑也好厉害，瑞桑 so amazing 啊，对，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谢谢，ありがとう。啊 ，so amazing 啊，在上海对吧？我可能要放课了。没，看我女儿如果是想要跳，我把她带过去。好喜欢哇！不用学。Thank you. Yesterday's battle seems like for high schoolers. Yeah, that's what we get. Yeah. You have a Chinese name? No, just CC. CC. CC, BC. CC. How to say I will go? 我会去。我会去。Yeah. Will is 会。会。Will. I will. 我会。And to say I can is 会 also, right?
我会。Yes, it's also I can. 我会去。Yeah, 我会去。I will go. Yeah, I will go. 我会吃。I will eat. How to say the year 2023? 2023. 2023. Yeah.大家准备好了吗？休息好了吗？快 ，Let's go！ 行，昂昂老师，到齐了不？再不齐我们就自己 Let's go 了。早上好，我们。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目标 We're very close to our destination now Next stop, I don't know 我要按什么才开呢绿的启动、然后呢对不起，这应该是一个这样粘着的一个东西吧？当然，如果实在不行，你也可以坐在这儿。双飞 ，Battle Ball。那么接下来就到我们的李承铉队长了。始终坚信的是有热爱即幸运。通过 VCR，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李承铉队长的大秀筹备情况，请看。为什么铉哥这次会找诗豪跟你一起跳这场大秀？你知道吗？不知道。我觉得你越走到后面，尤其上一次的那个 battle 环节，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你。铉铉还是真的很不错，帅的帅的。其实你的感染力是很大的。上一次我们录的那一期有一个愿望的这个环节嘛。最大的心愿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的团队 Killer Squad 一定会被看到的所以这次的总决赛这种对讲秀的时候我选择让你带着你的 Killer Family 来完成最后的秀其实这就是目前舞蹈改的比较多就是刚刚跳这一段后面的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骗人所以铉哥拍这个舞蹈的感受怎么弄得那么累难吗哦难这个速度多好这个速度就太慢了我也说了都到最后了我不怕难度我们就好好把它干了吧但我没想到他真的是把这个从头到尾真的也不是从头到尾头还是留给我了对差不多15秒的休息时间思考的时间对吧留白我是没跳过这种舞所以对我是有点难但是我觉得你挑战不能因为我就说、哎、我帮你实现你的愿望然后我把你的愿望垮掉了我觉得不会只能咬咬牙努力呗怎么办呢所以之前很焦虑吗现在也焦虑啊你还在这儿一切要采访浪费我练习的时间希望你可以真的像你想要的愿望一样更多人了解到陈世豪这个舞者包括 Killer Squad Killer Family 的实力加油好的也一同期待我们李承铉队长的大秀版